把他当客人吗？你是不是要去观察他长怎么样，他哪边是他的需要被我们调整的地方？摆个表，你是不是还有多米餐，对不对？表面还有多米餐，没有出来，你的颜色就弹不进去。所以我们的颜色绝对不是靠压进去的，是靠弹进去。所以你手腕要有一个爆发力，对，碰到皮肤不是从上而下，而是从下而上，它的力道是完全不一样的。